从来没对过，我陪你往下错，而坚强的背后不想被看破，心里有个洞，快乐悲伤相逢，一穿过留也不留，开始就等结果，等结果是什么？我爱着你很久，你是否感动？我们很自由，各自过着生活，你能带我走，也能不管我，因为我要的和别人不同。我想我喜不喜欢？我可是找人特地到葬仪社买最好的，贵死了呢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舍得。过两天我得找人烧部电脑给他，还有什么直排轮拉、电动玩具什么的，他要什么？哎呀，王子生对，上次王子学羞辱我的孩子，得到的是这种待遇，你更可恶，你敢诅咒我的孩子，你敢打我？王子亮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相信吗？我想打你已经很久，你有感觉吗？那表示不够痛了吗？王子亮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啊！你敢打赵氏，你王子亮什么东西啊？你拉肚子，你拉肚子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敢打我？打我！你看你拉肚子，你拉肚子吗？啊！你敢打？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！谁叫你回来的？谁叫你说回来的？为什么不能够回来啊？幸好现在在我们家，不是在他们家呀，要不然又说我们上门去打人呢。你自己亲眼看见的，是他上门来打架的。可惜啊，赵静没在这儿啊，没亲眼看到他那泼辣劲儿。亮亮，对，是我上门来打人，我就是想上门来打。赵世荣，你回来不是时候，早了点。我回来太早，我再晚回来一秒钟你就……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亮亮，抱紧捂肚子吗？你亲啊，你亲啊！哼，告诉你，命中注定跟我有缘，是我的孩子，你踢也踢不掉，造也造不死，我再也不怕你们了。赵世荣，你给我小心点！你敢再进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试试看？十年的阳寿算什么？拼了命生下来孩子王子亮，就算死，我也可以诅咒你！不要，你敢？怕了吗？这是你命的，这么我留着，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我要告状啊！正本和那些东西，我要拿去给你爸爸看，让他知道你现在还是那么坏。
再拿去给钟威看，让他知道你诅咒他的孩子，会流着眼泪，颤抖着声音，楚楚可怜告诉他们这些事情。赵石芬，这些都是你教我的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娘娘，娘娘，赵石芬，你在干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打他干嘛？你踢他肚子干嘛？赵石芬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瞎了！你没看他上门来找赵石芬两耳光，你没搞清楚啊你？她怀孕，你们打她干嘛？就是因为她怀了我老公的孩子，我才恨。你喜欢自己戴绿帽子，我赵石芬忍不下这口气。他们还在往来，我老公连事业都不要了，不要家庭，不要孩子，不要事业，就只有你老婆那个烂女人。我为什么不能修理他？好，你告诉我现在修理成功了吗？我。啊，石芬，好了，别动太气了，别动太气了。你没发现，艾拉莎现在真的变了？不是变了，是恢复她原来的性格了。以前的王子良就是这样子的，不要欺负他的家人，不要欺负他所爱的人。否则他就跟你们拼了。以前他还爱着我，你们欺负他，他都忍了，认了。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没出息呀你呀！人家都不爱你了，你还护着他，护他肚子的野种。他不爱我，可是我还爱着他。他不爱我，我总不能够让他再恨我吧。娃娃，危险啊！下来啊！不要荡那么高，娃娃，听话，娃娃，好危险啊，娃娃，快点下来，娃娃，娃娃，娃娃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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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我没有。妈妈不爱我了，妈妈不要我了。妈妈爱你，妈妈爱我。宝宝好不好？让妈妈宝宝好不好？宝宝，不要了，不爱我，不爱弟弟。让妈妈宝宝。不要了，不爱我，不爱你。过来呀！不要我，宝宝。不爱我。
让妈妈抱抱娃娃，娃娃，娃娃，让妈妈抱抱娃娃，别走，娃娃，娃娃别走，娃娃，娃娃，娃娃，让妈妈抱抱娃娃，亮亮，娃娃，亮亮，抱我，亮亮你怎么了？抱抱，亮亮，娃娃，亮亮。我想我应该得到心疼的拥抱，拥抱中我会努力忘掉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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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亮，好，亮亮，爸爸，亮亮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亮亮，爸爸，亮亮，亮亮，你怎么了？是个女儿，我的娃娃是个小女儿。你去检查了，医生告诉你的。不。之前流掉那一个，我流掉了一个女儿，她不肯原谅我。妈，我的女儿她不肯原谅我，她怪我，她在怪我。秋千，一个人抱着洋娃娃，一个人在玩洋娃娃。亮亮，你胡说些什么嘛？妈，他会不会是要来带走弟弟的？他说这是弟弟，他是不是要来带走他的？他是不是要来带走他的？你别胡说呀，亮亮。他气我，他在怨我，妈，他一个人好孤单，好寂寞，他是要来带走弟弟的，他是这样的，不要胡说，娃娃，亮亮，娃娃，亮亮，娃娃不要，娃娃，妈妈爱你，怎么了？我求求你，亮亮，你爱妈妈好不好？亮亮。不要带走弟弟，不要带走弟弟。亮亮，你怎么了？腿上有小米舅舅，小米舅舅会陪你玩啊。好啊，好啊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只是一个梦，只是一个噩梦罢了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啊？亮亮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亮亮。我害怕留不住这个孩子，我害怕，怕留不住身边每一个我爱的人。不，傻瓜，不许这么说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会做母亲的。妈的病。妈这个不好基因的遗传病拖累了你，亮亮，妈已经在补偿，在赎罪了。你不哭，不哭，妈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又牺牲了什么？没有。没有牺牲什么，我只是不准赵静跟他老婆离婚。蔡秀，你安心，我也安心嘛，是不是？你是用你的幸福来换取我的幸福？你以为你这么做，世元就会答应跟我离婚，是不是？你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傻瓜，幸福不是筹码，不能拿来交换的。再说，我也不觉得我能嫁给赵静就能幸福啊。亮亮，
对一个50几岁的女人来说，幸福是什么？能安心过日子就是幸福。每天睁开眼睛能够看到孩子们平平安安在跟前就是幸福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的人生路还那么长，你们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跟钟薇是真的相爱，就去争取吧。妈，你不反对我们了？我不反对。我祝福你们。可是，亮亮，你听清楚我的话了吗？你们要真的真心相爱哟。是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妈，我们是。我记得。你执意决定要嫁给世元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妈，亮亮，自己心里的声音，只有自己最清楚，别人是听不到的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你爱的是谁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最近世元常到店里来看他爸爸，他改变了很多，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。妈，你原谅他了？或许吧。那是因为我爱你啊，亮亮。毕竟那个陈忠威他还没有离婚，他老婆又怀了孕，那母女两个的苦头我是吃足了，我不希望再重蹈在你身上啊。亮亮，你答应吗？不管将来你做任何选择都要三思，都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好吗？你可以快乐，你有权利快乐，不必觉得自责和罪恶。汉文走了以后，我第一次觉得我是自由的，这让我觉得很快乐。我们一起努力。我来看我女儿。
孩子，妈妈爱你，阿妈永远不会忘了你。答应妈妈，快乐一点，做个快乐的小姐姐，好吗？是个女儿，我就是觉得，你可能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就希望她会是个女儿吧。是个女儿，长得像你，个性也像你，知道吗？为我们的女儿取了个名字，我要叫她照亮。照亮多好，赵世元跟汪子亮的女儿，她可以照亮赵家，他可以照亮汪家，他一定也会是个小太阳的。世元，为什么不早点讲出来？你爱孩子，你爱照亮，为什么不早点讲出来呢？我讲出来就可以留得住你吗？亮亮，我们为了他再努力一次好不好？一次就好，再给赵亮的爸爸一次机会，赵亮一定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的。亮亮，赵亮他永远在，上次留不住他，我们可以再怀再生，反正赵世元和汪子亮就是会有一个孩子叫赵亮。世元，他不是女儿，是儿子也可以。那小名怎么办？叫小亮。对，亮亮生小亮。世元，我肚子是怀了一个孩子，我怀了陈中威的孩子。牵你的手推我向痛苦的山，不管有多少危险，我想我应该得到心疼的拥抱，拥抱中我会努力忘掉总有一些。我怀了陈中威的孩子，世元，是，对呀，亮亮已经怀着一个孩子了，不是赵亮。世元，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，不可能再回头了。对，不可能再回头了。那些伤害，那些痛苦，我永远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。我只希望生命重新来过，回到当年那个单纯的汪子亮。我不曾认识。那才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就是相遇了，就是结婚了，我们之间就是有过照亮的。回忆不可能用完，因为人活着他就是会有感觉，爱的感觉，痛的感觉，
舍不得的感觉，它分分秒秒都存在着。亮亮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认，我要，我爱他，他就叫赵亮。他重新照亮我们的婚姻，好不好？亮亮，好不好？不要摇头，亮亮，你不要摇头。我会给赵亮一个家的，我会像他的父，不，我就是他的父亲。我爱他，我会用感激的心去爱他的。亮亮，我求你。他不是赵亮，我们不可以欺骗自己，假装他是。现在你认为你可以，等到他一点点长大了，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想起谁？他会让你回忆起些什么？就是那种痛的、被欺骗的感觉。会分分秒秒地提醒你，那对你、对我、对孩子都是不公平的。我对不起。亮亮，赵亮呢？我们的赵亮呢？你不在乎他的感觉了吗？亮亮，请你回来！我求你，请你回来，亮亮！亮亮，不要让他姓陈，让他做我的孩子，好不好？亮亮，我感激他。亮亮，我赎罪。亮亮。秘书，叫汪子权上来，立刻。啊！你们可不可以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可不可以来认识我？为什么一个字我都看不懂呢？许秘书，到底通知汪子权了？董事长找我有事吗？这个什么意思？还有，这个，到底都是什么意思啊？红色是对急件，绿色是企划部的年度开发案，要请董事长排定时间开会听简报。蓝色呢，是我们跟国外同盟的签约细节。按照处理程序，先签红件，再叫秘书安排时间开会。至于签约细节，董事长，请您详阅了，因为跟上次我们讨论的内容不一样，相关的条件还要在意。为什么要在意？为什么要在意啊？既然签订草约，现在只是形式上再确认公证一下。为什么还要在意？因为你答应了日本代表，在我们双方的旅游套餐三个方案里面，让出温泉之旅这个方案，所以只好在意。我答应了。是，你答应。上个礼拜四跟日本人应酬的时候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您豪气万千地答应了对方，我们让出这一案。我，你的豪爽大方，让我们，哦 ，sorry， 让您的企业。年收入损失3600万，而且你还跟对方保证，3年之内不会介入这个市场。这也就是说，3年的总损失大概在1亿元上下，这还不包括市场的成长率在内。并且，
对方并未相对的提出任何回馈，所以够了。好，我一定是喝醉了，我一定是喝醉了。你是董事长，公司是你的，你有权利应酬，有权利喝醉，有权利做任何决定的。你。我一定是喝醉了。你是董事长，公司是你的，你有权利应酬，有权利喝醉，有权利做任何决定的。你，赵氏企业是我们赵家父子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王子权，你要防着他，但是也要用他，要防他做大，要用他的才干。那个案子你要签字，但不是签完字就了事了，你要全程参与。当你凡事都进入状况的时候，他就耍不了你了。好，我爸以前在的时候，他都怎么做？他都不应酬的吗？应酬都不喝酒的吗？他几乎天天有应酬，也难免会喝醉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可以说吗？请说。我跟令尊，赵前董事长，我们是有默契的。行内大家都知道，赵董事长应酬的时候有一句口头禅，喝酒我负责，公事找汪总谈。当然，喝酒归喝酒，酒醒了之后，汪总决定的任何事情，还是要经过赵总的同意。这本来就是一种商业技巧，伙伴之间本来就是互相 cover。可惜，这种微妙的关系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因为你从来没有拿我当伙伴，当战友，所以呢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是老板，赔了就赔了喽。汪子权，你在看我笑话？你等着看我出糗啊 ！Why？ 我有什么好处？我是跟孙中山过不去，还是每年少分几十万的红利，我很开心。你。世源，我们曾经相处得很融洽，你一口一声大舅子，你也拜托我留在教室替你分担压力。我请问你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之间不再友善，反目成仇呢？在股东大会上，你翻脸得太快了。我有对你翻过脸？如果有，那也是为了你跟我自己的妹妹翻脸。为了她跟陈中威的事情，我差点揍她。你别紧张，我说差一点，并没有真的揍她，倒是她打了我一巴掌。其实我都没有对你说过吧，冲着你曾经叫我一声大舅子，我是真心把你当兄弟在看待。月亮，他真的，真的为了陈中伟打你，所以现在我不是狗，我是猪八戒，我里外不是人。对不起吧，子，对不起了，
打舅子，你爱亮亮，对不对？那就别离婚，永远不要答应他。可是他坚持，那也不要现在松口，再等几个月嘛。根据法律，婚姻关系终止之后半年内所生的子女，名义上归前夫所有，到时候。 这个孩子在户籍和身份上会很尴尬。看在这一点上，为了孩子，亮亮不会轻举妄动。用时间换取空间，就算到时候你们真的离婚了，这个孩子在名义上还是你肇事员呢。你是父亲，一个父亲可以有很多权利的，你可以要求监护权、探视权。陈中威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是吗？可以这样子的吗？当然，你一天不松口，这个孩子就永远是你的。就算他们要求检验 DNA 吧，那更好。这个孩子就是你婚姻关系中的通奸证据，你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她是你妹妹。因为你叫我一声大舅子，因为你爱亮亮。 OK， 除非你不愿意养这个孩子，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啊。OK， 那么就结了吗？照我的办法，没有错的，事缓则圆，暂且不离，以后再说。嗯，好。哎，醉话嘛，说完了在空气中就没了。在草约上签名负责的是我，我说不认就不认了。要在意，来呀，跟我。我们还是照老麻子，照董负责喝酒，公事来找汪总。可是你别担心，你我心里都明白，最后的决定权在。 子轩，不好意思，我没事，我们是 partner 嘛，公事上我是搭档，私底下我们是亲人，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的。那这些我带走，我来处理。谢。对了，晚上回家陪妈打麻将吗？妈？对呀。 乔白他又打不赢我，老输。越输越没有兴趣，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回去陪他打麻将，他也会开心一点。记得把试分也找回来。 喂，哥啊，什么事啊？打牌？为什么要回家陪妈打牌啊？哎，不是你自己说妈妈很寂寞、很孤单，都一个人在家吗？所以子璇她说，汪子璇，这关她什么事啊？我们的妈妈寂寞，要她来安排啊？不只是安排了，好几次，好几次都是她陪妈妈的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 三十一号教室分，哎，来了，哥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进了。哎呦！ 歇一歇吧，洗洗手，吃水饺。哎，好。
趁热吃吧。嗯，一会儿如果世元来了，我再给他煮新鲜的。哎，我哪是在等他呀？这么晚了，我等他干什么？等就等嘛，有什么好避讳的？等的是自个儿子，又不是等别人。其实说起来，我们家世元已经算不错了，有空呢还会来陪陪你。同样是孩子，我们家子权可从来没来看过。嘿，子权，王子权的家伙呀，他不好，你们都不喜欢他。他凶你啊？是，可是毕竟他还是我儿子啊。他离开我，跟着他姑姑到国外去的时候才十几岁。十几岁大的孩子就没有了爸爸，也等于没有了妈，还寄人篱下。哎呀，这也不能怪你呀，这也是当初他自己的选择嘛。如果我没有生病，这么小小年纪的孩子何须做这样的选择呢？哎，你这话就说了离谱了，有哪一个人希望自己生病的？这完全都是我任性。台风夜里非要出门，否则汉文也不会走了，孩子们也会有个完整的家。哎，好了，燕秋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别再去想他了啊。赵静，我总觉得我对不起子权呢。同样是一个妈生的，你看亮亮多厚道啊。嗯，子权也许是从小缺乏爱吧，你看他满脑子的恨。其实在我心里头我是很爱他的，我多么希望能搂搂他抱抱他，把这十几年来对他的思念一股脑的通通告诉他，或者他能来看看我啊，陪我说说话，就像世元这样没事到这来吃碗面呐，吃几个水饺也好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秀女跟世元再吵再不高兴，他们还是那么亲，可是子权跟我总是这么冷漠，家也不回，店里也不来，我哎，好了，燕秋，别再提这些事儿了，啊，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送你回去了，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亮亮，我们回去看亮亮吧，好吧，哎，走走走，好，我就把火关了，东西整一整，好。如果你真的想子权的话，这样吧，明天我带你到俱乐部去，把子权叫到你面前，好好让你看一看。不用不用了，我站得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，要不他要看到我他又不高兴了。不高兴？他凭什么不高兴呢？哼，把他妈利用完了，好处到手了，自己敢不高兴，混账东西。在嘟嘟囔囔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来，出来吧，走吧。赵静啊，咱们先别回去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兴致想到哪儿去？夜游、兜风，还是唱歌去？这会儿赶一场电影还来得及啊。我们去你家。是看不清明天，流过泪的痛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。
着。